没有对比啊，你永远都不知道伤害有多大。半斤一个的海螺，先吃个省事的猫眼螺，哎呀，断了，膏呀特别香，特别糯，好吃。哎呦，海螺，必须得用手了。不出来就算了吧。它的膏呀也特别香。墨绿色的苦胆吃掉。这是它的肺，给摘掉。干的地方不能吃。哎呀，老规矩，把它挤出来扔掉。剩下头部这一块大肉啊可以直接吃。哎呦。